杨紫琼关之琳同台出席活动，都是56岁，网友差距不是一般大。著名演员杨紫琼曾被认为是华语电影第一打女，主演了《卧虎藏龙》《东方三侠》等多部动作电影，到现在还在电影里打。3月26日，56岁的杨紫琼出席了香港某慈善晚会。在晚会上，她身穿一袭黑色抹胸礼裙，显得高贵优雅。虽然眼角的皱纹已经遮不住了，但依然风姿绰约。关之琳也出席了这次活动，这次她穿著花色连衣裙 V 字领，尽显性感身材。比起杨紫琼遮不住的皱纹，同样56岁的关之琳看起来好像更年轻。然而网友却表示，关之琳鼓起的苹果肌看入太假了，脸都僵了。其实被关之琳的脸吓到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前段时间他出席某活动时的未必照流出，网友直言太可怕，这是整容失败了吧，根本认不出了。对此不少网友感慨，当年的关之琳美到令人窒息，为什么不能和杨紫琼一样优雅的老去呢？